迎收看本周《苹果娱乐一周》，我是小杰，我是王心如，耶！万圣节快乐！万圣节快乐！对，你看我今天活像只章鱼。章鱼哪里像章鱼啊？哪里？因为其实它是现在被压住，因为它刚非常翘，你知道？哦，那为什么你不造福一下今天的观众呢？因为啊、哦，还不行啊。为什么？是怕？因为我这之后有一个秘密计划。哼，就只有你有秘密，我们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等一下跟你讲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先看一下那个娱乐一周大事件有什么新闻，我们再回来讲。好。周董说：“拍到再说。”哎呦，不错，我们又拍到了。音乐人陈希求婚成功，哇，明年要结婚啦，好幸福啊！林嘉琪出阁前心情甜蜜记录 ，so sweet。李玟香港结婚，好幸福。娱乐直通车带我们到日本找飞轮海。所以你到底先要不要讲？要不要讲？你要不要讲？拜托你讲。不能讲，这个是在学。你不讲好，我讲，我讲没有。学陈汉典，学凡哥啦。啊，就是。对，我是二手货的三手货。但有件事我一定要自己先讲一下。什么事？就是今天大家看完播出之后呢，是小杰来壹电视一周年了。哇，老屁股耶！什么老屁股？哎、欸，请你在地下“老屁股”这三个字不能乱用。因为你这边坐很热啊，我还是新手哎、欸。没有，老屁股这三个字真的不能乱用，好不好？这是影射到另外一方面的那个性向的问题。你脑子里装什么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哦，我想的很清纯。我脑子都没有动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呢？听说我们这一系列呢，整理的有关周董的新闻，好不好？是，先来看一下，非常精彩。哎呦，拍到喽！拍到再说。哎、欸，拍到喽！拍到喽！怎么办呢？曝光喽！曝光喽！你知道现在全民狗仔好可怕哦！真的哎、欸。对呀、啊。而且你知道那天我跟那个高以翔他们吃饭啊，怎样？然后我们就说，哎、欸，你在上海拍戏啊？那你这样子出去玩方不方便？他说：“哦，我这样真的是，大家部落格微博很快速，大家拍到立刻上传上去，所以我只能说读者啊，我行行好吧，拍到自己偷的吧，给我们点空间吧。但我也觉得，就是周董，我就是觉得说，有时候我们回应不要那么的直接啦，对啦，对啊，偶尔就是。”就是互相嘛，因为大家都是在自己工作岗位上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聊这个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幸福的新闻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郑秀文跟花花的新闻，看一下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、啊！哎、欸，这又是新年，不是要这样，可是还是要恭喜人家嘛，对不对？是啦。下一段广告回来呢，我们还要继续恭喜林嘉琪跟李玟哦。我只能说啊，不按牌理出牌，不按照规矩走啊，真的好跳痛哦，超酷，好不好？昨天结婚的林嘉琪呢，她是跟她朋友一起举办的婚礼，对，而且这次没有请大家长、欸，哎、欸，还蛮特别的，其实很敢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打破传统习俗。你结婚你敢不请你爸妈吗？我不敢，我不敢。你们家比较传统一点，对，而且我家庭是大家族，就是有五十几个人，哦、他们一定紧迫头想要参加婚礼。五十几个人以倍数成长，如果开那个喜宴的话，大概500多个。好有钱哦！哎、欸，到时候当然不是我啊！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你还是學學你讲的好像我好像另外一半到时候不敢娶我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真的学学林嘉琪啦，这是个好办法，我觉得是。对，然后我们有帮林嘉琪做了一系列的整理报道啦。是的，当然啦，还有前天结婚的李玟也不能放过你哦。来看一下你的新闻，6亿啊，办一场婚礼可以拍一部《赛德克巴莱》。对。砸大钱叠出来的、欸，真的，我觉得旁人看到真的是赛德空巴莱，那个空巴莱，对，就是有委屈啊，就是羡慕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可是你看他们前前后后总共交往8年，然后现在终于结婚、嗯，而且请到那么多国际巨星哎、欸，我想我结婚前请到王心如啊，哎，请到有什么不好啊？也是，你也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可是说真的，要等我结婚再还一阵子啊，我还不知道要不要去呢。还有嘞，我存钱嘛，奇怪，一定发10个帖子给你，50个全家都过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恶！好了，现在看到本周呢，全球馆的狗仔队有什么新闻？我笑到不行了。我来看一下，韦伯没关系，俺听你啊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给你加油打气，对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，谁拿到那个奖金，压力真的都很大。是啦，嗯、而且之前 VCR 还有拍，就是他不敢拿嘛，嗯、对不对？然后还热泪盈眶。我想知道，如果今天是霆锋啊拿奖的话，他那间会什么样的反应？因为其实他真的很酷，他之前得奖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我觉得是。大将之风是，而且他还谢谢他爸爸，嗯、不是吗、哦？大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，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。是，希望我们两个也加油一点，赶快可以拿奖。没错，下一段回来呢，有郭富城的新闻，还有豆花妹上菜哦。I fooled you, fooled you。
对你爱爱爱不完。你会觉得跟我一起主持，好像我一直在那边玩，一直在闹的感觉。不会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，人生就是要这么开开心心。也是，人家看我们节目也很开心啊。接下来是郭富城的新闻啦。是我们听说那个狗仔到现场去目击他拍片的那个现场。对，而且听说就是爆破帮他庆生，好特别哦。而且还笑得好开心哦。没错，来看一下新闻。我觉得记者回应他说：“你已经很健康，真的是实至名归。因为我觉得他到40几岁啊，你可以保持到他现在这个样子。听说他几乎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去健身，而且他体重非常的低啊、哦，这个肌肉、欸。有些男生到40几岁的时候都一个肚子嘞，不要讲自己30几岁，没有肉都可能他现在这个样子，真的是我羡慕到炸掉了。所以你希望40几岁也可以像他？当然咯，在这边还是先祝你生日快乐啦！哎呀，接下来是娱乐专卖店啦、啊，有你的好朋友的新闻呢、欸。对呀、啊，哎呦，有整理一系列的美女哦，来看一下。哎，我不知道李康林会就是潜水耶。他会啊，他而且他还有潜水执照哎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！对啊，完全看不出来吧？这么而且他之前不是留了伏笔说猜猜我是谁？你不是一次就猜到了？对啊，果然是好朋友。对对，下一段广告回来呢，有你们最爱的费伦海。娱乐直通车要带大家去看到的是飞轮海，10月初他们去日本做观光大使，然后顺便办了粉丝见面会，好棒哦！我觉得粉丝最喜欢这种 fans meeting 的活动。对啊，现场就是很多来了很多樱花妹嘛，然后可以目睹偶像的真面目。在这边呢 ，JPN 还在讲一下，就是 JPN 其实也不错，所以希望下一届代言人可以是我们啦。现在看一下娱乐直通车飞轮海，帅哥团哎。对呀、啊，那些樱花妹开心的很，真的。但是像你这样看，有就是跟陈亦儒搭档主持啊，你自己就对他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就是说，可能更对于之前他跟在飞轮海的他，跟在主持的他不一样，差很多，没有？真的假的？但其实你知道 ，Star Party， 我看你们的主持，我觉得你们进步好多、哦。怎么说？因为其实我在台下我有看，你知道我那天有去吧？知道知道。你这个反应有点那个牵强啊！我那天有去，然后在台下看你们在 re 整个过程啊，还有主持，其实我觉得还 handle 的还不错哎。是哈、哦。对啊。两个啦，很棒很棒，你们都很棒，心如也很棒，好不好？小金也很棒，对，很辛苦，他今天才刚下飞机就来主持，没关系的，好不好？开心就好。那希望说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呢，可以上我们的社群网站，给我们留言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